三个最基本的，第一个是鼻子开始会皱起来，表演一次，很像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的牙齿开始会并出他绑出他的獠牙，就是皱鼻子加獠牙，对，就是这种狰狞的脸。接下来呢，他会发出低吼声，别到我忘了，他会发出类似。真的掌声，没有声音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告诉你狗狗生气的表情呢？因为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已经惹狗狗生气了，然后还一直故意去逗弄狗狗。这时候接下来，狗狗的第四个动作就是会一直咬你。所以呢，只要看到狗狗第一个鼻头皱起来的时候，就不要再去弄它了，请马上远离它，停止你现在在做的事情。因为当他接下来开始露出獠牙，又开始发出低吼声的时候，你再继续弄他，他第四个，他就直接